准备各自来盛装打扮，徛上台顶来唱歌，展现着歌艺。这场老旧活动是华山基金会安平天赛站庆祝着这站十八周年所特别来举办的。华山基金会遍地开花，设站来在地服务长辈，安平站设站十八档是真无简单。这回趁着感恩大会，特别安排长辈上台来唱歌、巡视比赛，让长辈回忆当年，买当找回自信心。我们每个月到家里面关怀访视他们呢，我们也举办多元性质的活动，希望可以带长辈走出家门。那今天我们的感恩茶会呢，主题是我有梦想杯，我们是邀请阿公阿嬷上台进行歌唱才艺的分享。因为其实有很多阿公阿嬷，他们从年少时就很喜欢歌唱。很喜欢表演，甚至有长辈他在歌唱比赛中得名，成为他一辈子美好的回忆，搭建这个圆梦舞台。就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就是曾经是歌仔戏小生的阿嬷，再次装扮成梁山伯与祝英台上台，还有其他14位的阿公阿嬷一起演唱。这回大会举办我有梦想杯的这歌唱比赛，总共十个位中者来参加，各个盛装来上台，大家还有志工甲社区朋友来伴舞，是相当热闹。那安平站呢，我们非常感谢过去的日子里面很多善事朋友、那个义工伙伴们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持续在地提供将近百位长辈的多元跟丰富的陪伴与服务。那透过今天的活动呢，我们希望让义工善事们以及长辈们呢共度美好的周年纪念。那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一年呢，大家可以持续给予我们爱与鼓励。基金会表示讲，华山照顾30长辈需要长年透大的经费来支持，也希望各界会当来关心甲支持，让这款爱心业务会当持续落去。南天新闻台以下安平采访报道。